计只是初有热爱提防，耶稣派的学生甲结交相信耶稣的耶稣的人，又通到结交唔咩耶稣的人，接受上帝的好消息，耶稣出去救助。彼得转到耶路撒冷的上帝的使节，出去有热爱提防，结交相信耶稣的耶稣的人，甲彼得后到，结交人都讲。就买你去唔咩耶稣的人的布卡，个个甲基督撒强下心。但系彼得都反抗本基督撒啲，但头都未嘅几下日发生出嘅事情，彼得都讲。初有别地方，我到过第呢时节，上帝本来看一件事情，我看到有东西像日光暗太一般，大天当下来，假使各方天当吊灯。吉布在天堂床垫下到我面前，初吉布边我看到有安多种耶稣的人，唔做特殊的动物，有四只脚的动物，乃方牌动物，甲安多种雕。过后在天堂有唐道上对我安样讲，彼得起起来，唐道来嘅动物，我会识记，但系我都按主啊，唔好。耶稣的人唔做特殊的通物，甲安拉十的通物，我唔做特殊。个个我一唔熟悉过，加上都反对我安样讲。隆重东西上帝讲好拿来熟的，你唔做特讲莫拿来熟。加隆重事情先出本来看，连翻多三下，过后加不翻掉上去天堂。一系个知识，有三沙大概塞雷亚地方派来的人。都当我签署迄个簿面前呢，过后上帝的信灵，含我唔是靠你听几多啥去，俩六啥相信耶稣的人，见他俩比错的呢，也就听得我去，甲就听我入去，国内六岁簿，国内六唔咩耶稣的人，基督公布我到啥地，用边去看到有一只上帝的天使，初家簿都起灯，甲对佮安样讲，你派几啊啥人去右边地方？前日责任，加名安多西蒙彼得斯，个个带起来也不卡。西蒙彼得斯要公布你的好消息，要救你，甲救也不卡你呢。过后我可以公布一时节，个只是上帝的训练，都下来入个到你的信徒，像七家崩败得到上帝的训练一样。我都记得主耶稣是安样讲，约翰呢，甲你到撒两些用水。但是上帝要甲你到啥两些用加信灵。过后彼得都反讲，系讲上帝在日本加到唔咩耶稣的人上帝的信灵，用本我晓反对上帝，因为上帮派切加得到上帝的信灵，加到唔咩耶稣的人，因为相信耶稣救主，也得到上帝的信灵。听到彼得讲的白。佮到相信耶稣的耶稣的人，都变安天心，个个无甲彼得拗到个。基督撒紧感谢上帝，个个讲：，系安样讲，上帝也本撇只结假人机会，晓得到运机个生命，系讲爱飞过个相信主耶稣。